啊，我能不买吗？这不是在往后炮吗？啊！小王，要不起，只有我大王能管他了，兄弟。来一首队伍，剩下俺们直接托管，能出出，出不去拉倒，我们只需要听声，现在就可以了。还有八分钟开奖啊！直播间有个1000块现金红包，刚才有老板已经送了10个麻辣烫了，还没出，10组麻辣烫没出，应该差不多出了。谢谢叶落，我给你个小瓶呗，我给你个小瓶呗，我给你个小瓶，我给你个小瓶呗，我给你个小瓶。给你个小瓶，小瓶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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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啥呢？这我以为时间回溯了呢。一批上来不是他们打一级团了吗？下蛋。是长官。圈儿。那些抽奖机器，丢丢，哎呦呦呦呦，哦，丢！我们其实挺克的，他打不出来被动，你知道吧？哎，他一下，这有毒啊！这有毒！有喇叭的老板可以给喊个喇叭，这样出的概率还能大一点，你知道吗？大家一起来送一送的话，概率能大一点。整装待发。哎，哎，哎！我感觉我毒他咋不咋掉血？火器前面下分路。哎。哎，咱直接隐身。你俩有显隐形的技能吗？啊啊，有吗？没有吧。哎，咱就搁这耗着啊，谁也别走呀。砸着我了咋整啊？往下点啊，往下点。谢谢南城小巷小裁缝。呀呀呀！咋整啊这？哎，剑圣走了，这咋办啊这？这咋办呢、啊？这这咋啊？这咋办呢、啊？抽奖马上结束了啊！一个小厨娘就可以参与了，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。好像剑圣走了，这不是剑圣？剑圣是不是走了？啊，那是啊！哎呀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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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剑圣回去买针眼没用，你没有显隐形技能，就你没有就控制技能都无法让梯木显隐形，好像显不了。显不了形，他俩铁男加剑圣只能把我打死。刚才还有4分钟开奖啊！一个小厨娘就可以参与我们直播间抽奖了。大家如果出了满汉全席海鲜大餐是3700，直播间有1000块现金红包啊！太好。好，谢谢生雀小笼包。先来个啥呢？这吧，
情况。我先来个小面具。感谢一什么什么力有毒。我不出 AD 的了，出 AP 的。我带的是艾迪。我其实可以先来个法穿海好一点，来机动性高一点会好一点。给你个蘑菇，走走，针眼牌了，啊，针眼牌。谢谢南城小象。咱先不上了。是长官。哎，这一下走了。咋这么猥琐啊？整装待发。你找啥呢？他走了，他早就走了。掌控个锤锤。我去前面探探路。你们肯定没几个人知道那个 Team 以前的原话，你知道？一开始玩英雄联盟的时候，老有那迅捷斥候，我都不知道那迅捷斥候是干啥的。一开始，我说这英雄狠吗？带个小望远镜，在那一插腰，然后在这一瞅，你知道这样式的，闭个小眼睛。是长官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走走走，他没死啊？他为啥没死啊？啊，他因为啥没死啊？谢谢小裁缝，感谢护判了。他没有 W 啊，刚才他没有，他用完了。我寻我一个平 A 接个 Q， 这伤害肯定够的呀。吸血了吗？这是，谢谢瓜皮鹏鹏，谢谢鹏鹏老板啊。偷不是偷吧，打了我10%血，应该是回血了，偷血量了。1234R 技能有吸血，这他妈的还带大招保命的，我天，真是吐了。还有这么玩铁男的呢？不主动框人，让别人打自己，然后自己框别人，然后搁塔下是直接一怂。哎呀，我的天！我可真是服了。先把这雷摆一摆。出一身的魔抗。简直是令人厌恶。有信息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你就一刀也没补啊！你就一个刀也没补。今天你要补刀，你就是我生的。我跟你说。有情况。鹏鹏老板还来不来？好了，我看你能扫几个雷。
能少几个雷，我杀了他，我真眼牌了，漂亮，真当我没有队友是不是？整装待发。我决定把我的上路制造成人间炼狱，谁敢来，谁就踩我一通雷。整装待发。人间炼狱，这就是原是蘑菇。我去前面探探路。一个刀我也不让你补，就别补，你扫描好了你就扫，你要是没有扫描，你就也别补刀。还四十刀，我们八十刀，咱也不知道他要干啥。你是长官。能打过吗？啊？那不自杀了吗？这那有个雷怎么办？得给人头。哎呀，我的老大哥，把这塔拆了吧。我们不需要买什么这个水银饰带之类的啊，这把不需要。走，回家出我们的阵。再来个小戒指吧，差点钱怎么办？让我想一想啊，嗯。来一个莫雷落密点，蓝莲汉的折磨，我已经好久没出过蓝莲汉的折磨了。现在蓝莲汉的折磨不太厉害，鬼叔会比蓝莲汉的折磨厉害很多。我看看这剑圣的必经之路啊，我给他放上雷，看看啊，整装待发。哦，这是属于剑圣的必经之路。Rampage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要迅捷。Shut down. Shut dow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知道。有情况。谁敢来？谁也不敢来。斜杠啊，控制。是长官呀，这是什么玩意儿呢？这是你跑个屁呀、啊！这
我上当了。啊！踩雷！哎呀！快永恩！嗯，有雷兄弟，而且很痛。来个湮灭宝珠，有情况，这怎么能叫上当了呢？这我帮他杀人，这怎么能叫上当了呢？咋还有助攻呢？这个如果你能杀，我也有助攻，应该能死。跳死他！呀，没有。哎呀，他踩我雷，时间过了呀，这。整装待发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打个红来。对面还没有扫描啊，现在一共就一个扫描，那就是铁男的。我们需要怎么样呢？我们需要在敌方的这个野区之中啊，重伤摸骨。啊哈！然后让对面没有办法接近到我的身体，并且还能被我炸的这个四分五裂。那怎么做呢？首先啊，我们得分析敌人的这个怎么走路的。他们赶客我肯定会先从这个地方来，所以我把这个地方给他种上一个。别剩吧，我要死了。那这剑圣打人咋这么疼呢？剑圣，哎呦我操，这剑圣这剑圣打人稍微有点痛啊，这剑圣没打过他。我的妈呀，无极剑道打了我500多。剑圣细节不错呀，他是等我自盲他以后再开的 E， 你知道吧，我稍微是伤害有点高。没事，我们再来一遍问题不大。刚才哪到哪呀？刚才的雷不够多，再来一波。这是中单剑圣吗？中单螳螂。好，这个地方种完了，然后呢，我们需要在另外两个地方种。哪里呢？首先先在这个地方种一个啊，敌方有可能会从左边来追我，我们会有可能往左边跑，我们也有可能会往上面跑。我们给自己设计 plan A 与 plan B 两种路线，所以我在上面再种一颗。哎，这是 plan B 啊，这是 plan B， 这是 plan A。plan A， 我跑的时候有可能会跑到这里，这个地方正好炸不了小兵，然后哎放在这里，最后我们走向这个地方。哎，简单纯是他妈有病。踩我的雷是不是？踩我的雷没用，没关系。你回家了，我们继续。整装待发。我们继续看谁能靠近。带针眼儿来，我看你有多少钱来查针眼儿。我这摸猪不要钱。有情况。来继续啊，往这里插一个的。这里再放一个，
去前面探探路。打吧，又打不过。兵吧也不收。好，左边再来一个。要迅捷。别着急上啊。往哪放一个？往这儿再放一个。好，我看你能有多少血来扛得住我的狙击，兄弟。他肯定扛不住，他一会儿他就没有血了，他就得回家。我们就待在这里，嗯，来个人就吃我的雷。要迅捷。马上高地没了，拜拜。好来，哎，好来，对来。正在报告。哎，让他上，勾引他来，勾引他剑圣，让剑圣过来。快快快快快，武器大师来！两武器大师上当了，忍不住你就死，你忍不忍得住？看看你，回家我们出装备。然后我得来一个恶魔法典，我装备呢？我钱呢？我得来个恶魔法典。出一个沙漏，要不然这剑圣容易把我砍死。沙漏出完，咱们出帽子，帽子出完，我们出法传棒。帽子也可以不出，直接出法传棒。他魔抗有点高，基本上这都是魔抗。喷蓝 A， 喷蓝 A， 哎，喷蓝 A 来了。我整小反甲，有情况，又来了，来，哎，对，来，来继续。我吃你一个又能怎么样，你说我就吃你一个又能怎么样。我蘑菇十秒钟一个，我看看你怎么整。我再放一个，我再放一个，看你能拆多少个。大龙没了怎么办？又来了，很好。跟队友一起推了吧。出了一身的魔烫的，最后被我一个抠收掉。我把他治盲了，勾他，漂亮！我给你泉水里面放个蘑菇吧，怎么样？我给你泉水里边放俩蘑菇，请你吃蘑菇。
You do my day.